诗篇第123篇。坐在天上的主啊，我向你举目。仆人的眼睛怎样望着主人的手，婢女的眼睛怎样望着主母的手，我们的眼睛也照样望着耶和华我们的神，直到他向我们施恩。耶和华，求你向我们施恩，求你向我们施恩，因为我们饱受藐视到了极点，我们饱受那些安逸的人的嘲笑和骄傲的人的藐视到了极点。